在家居士要在家好好念佛，著名的寺院是不是定期也应该去看看？这个应该不应该是你自己的事情，这个不能问我。你喜欢啊，也有这个时间可以去看看。如果你没有时间，或者有更重要的事情，也可以不参加。这个学佛最重要的身心清净，平等慈悲，这个重要。